迎新年贺新春，这场内湖的新春挥毫活动由内湖区公所区长林秉宗与内湖区里长联谊会会长陈友雪以及港湖地区多名市议员一起开笔写下伏虎生风，内湖迎祥纳福。现场并邀请多位书法名家现场挥毫，春联各具特色，拿到春联的大小朋友都很开心。虎虎生风，丰收的意思，对，还有老师的祝福。我是在印尼是华人，然后到这边感觉那个台湾人过春节比较特别。印尼的买是买春联，但是台湾的很多人会写书法，所以我想说参加这个活动来拿亲自画的书法这样子。谢谢。在2022年新的年适逢内湖区公所在公民会馆办新春挥毫，这个时候我要向所有的好朋友们拜个早年，祝福大家新的一年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大家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今年内湖区公所也特别结合新住民特色，邀请著名的东方炫舞舞蹈团表演西班牙轻快节奏《欢乐的节日》，以及傣族民间舞蹈《金孔雀》，也邀请来自柬埔寨的书法老师以柬埔寨文和中文写春联，让现场民众大开眼界。其实我从小在母国有学中文，然后老师有教书法课嘛，所以刚好因缘来到台湾。也是由婆婆的教导下，她也是很喜欢学书法的一个老人家，所以呢，我就中文也会写，然后自己的国家的母语也会写，就是我这边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语言的书法，就是毛笔嘛，然后就让大家带回家过好年。今年是我们虎年啊，我们内湖区公所特别举办新春挥毫。那为了让我们挥毫的活动哦，有时候不是只有手起春联这样子而已，所以我们邀请了好多新移民的朋友哈，来做一些表演。今年比较特别的哈，我们有邀请我们那个高棉的一个我们的新移民啊，来做他们高棉过年的一个春联的一个焦作。那希望给大家哈了解一下异国的风俗，也让他认识一下高棉他们是如何过年的，这是今年我们最大的一个特色。此外，活动现场内湖区公所与国税局内湖稽征所也利用机会进行廉政与政风宣导，呼吁民众不要送礼或红包给公务员等廉政伦理规范。由内湖区公所精心安排的这场新春挥毫活动设计多元，也充分融合了新旧住民的文化特色，让参与民众感受到年节的热闹气氛。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